要朗读的作品是《微笑》。一个微笑，花费也很少，却价值很高，给的人幸福，收的人回报。一个微笑，仅有几秒，就转瞬即逝，留下的回忆，终身美好。没有人富，富到对他不需要，也没有人穷，穷到给不出一个微笑。有了他，家庭充满温馨，有了他，生意兴隆荣耀。他使陌生者不再陌生，他是朋友间交流的信号，他是劳累者疲劳顿消，他为失意者重燃希望的火苗，对悲伤者，他又如太阳，比所有礼品都更有效。人人都需要微笑，但所有人中忘记了微笑的人，对他更加需要。如果匆忙中我忘记对你微笑，请原谅我。而善良醇厚的你，能否给我一个微笑，永远微笑吧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最好的身份证就是微笑。